大家好，欢迎收看股海飞扬。那么台北股市呢今天的行情就很明显已经看得到，这两天其实指数似乎就是贴着平盘在做一个上下的一个徘徊游走那成交量呢也就是顺势的还是在一个小量格局啦。好，那就代表整个市场的一个操作的资金呢还是以短期的资金为主。好，那中长期的资金其实没有明显的一个回笼，所以你整个成交量你是很难做一个放大那有些标的可能我今天大涨明天又休息短期资金在里面来回的操作是现况，是大概就 最明显就是这个状况所以操作上面呢你要先你就把它分阶段去看待就是说指数的部分，其实第一阶段我们讲过了，在18000掉到13000的过程中第一阶段就是什么18000掉到13000的过程中那这一波上来我们说过它会收复季线跟前两次的反弹不一样，那后来呢你看到在前两天真的收复季线了那收复季线之后呢，那昨天我告诉各位说这个行情你要稍微注意留意了因为呢我们认为已经慢慢接近的压力区了甚至在这个区块里面开始做一个压缩或者是拉回回档的机会都会增加了所以初步来说的话从13928点上来的过程中到这两天可以算是第一阶段的行情第一阶段行情目标就是收复季线那现在呢就是进入什么，我们认为说如果说按照我们的规划的话基本上现阶段会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话基本上就是因为你已经逼近了所谓的一个压力区了嘛那你又收复了季线，你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去看待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当你在一个军队在收复了用力的收复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据点一个城池之后，那你当然会希望大家先休息一下嘛，下一个目标怎么样再说嘛，但是现阶段你就是先休息嘛，所以他现阶段就是我把季线我收复了嘛，那你就先休息嘛。好，你要继续攻可以啊，我就讲你要继续攻可以，继续放量继续攻可以，这问题是能够走多久，很容易失控的。好，所以我才要跟各位报告，我们的规划就是我们按照正常合理逻辑来讲，收复季线了，第二个阶段那就是要先震荡整理休息。好，那震荡整理休息过程中就代表说它有可能会怎么样，我可能回来修正啊，我可能会回来其实季线是这样走的嘛，季线是这样慢慢准备找机会去翻扬嘛。好，所以你当在，所以你的指数在高档相对这个15400-15500这附近所谓的一个这一波上来的高档区徘徊久一点，你徘徊久一点季线就有机会翻扬了嘛。好，那所以基本上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应该你收复了季线之后的一个整理格局，好，有可涨可跌，可涨可跌，但是你不要把季线又有效做跌破，那就失败了。就是守着季线，在季线之上有涨有跌，让等待季线翻扬，那么下一波的攻势就会再来了。所以现阶段进入第二阶段的话就是这样的格局看待它。好了，那既然是如此的话，那现在的个股怎么操作？你说那它如果它现在要进入一个整理阶段的话，指数整理阶段，那个股就不用操作了，那你又错了。就像我讲了，股票其实看你怎么做，你会不会做了，你不要那么相信大盘，一定要大盘涨你的股票才能涨，那你代表你的操作技巧上面有一些瑕疵了啦。好，这一波上来指数有没有涨？涨啦，那涨了那所以股票可以做咯，对不对？是啊，可是问题是这一波你赚多少呢？13000-15000，对不对？接近2000点你赚多少？你照你的逻辑，那大盘现在整理的应该不能做咯，那问题是大盘从13000拉到15000接近2000点你赚多少？对不对？你可能赚，你说啊我有赚啊，赚多少？那到底什么叫赚？人家接近2000点的行情呢，人家这一波是接近2000点的行情，你有没有掌握住啊？那什么叫掌握？不是赚5%-10%，你有没有翻倍啊？所以我才讲嘛，你会不会做股票的问题嘛，对不对？是你会不会找股票吗？在每一阶段的行情呢，你只要找到一档就够了，你相信吗？其实就是一档就够了，不是换来换去换来换去换来换去换到最后，因为这一波有2000点的行情，所以呢你换来换去还有赚哦，还不错。可是真的是这样吗？这真的是对的吗？人家不用换来换去，一档就翻倍了，因为这一波2000年行情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嘛，没有很长，算是来得蛮快的。
好，所以来的蛮快的，那你选的什么股票？华星光。那我就跟你说，像这种标的，我给你看月线就代表什么？我已经讲过了嘛，我给你看月线代表说，不是为了5%、10%，不是为了2%、3%啊，啊、哦，有些标的我们可能赚30%、赚50%，我们就获利了，哦，那其实50%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很难了，是不是？好、哦，但是无所谓了，方法对了，你要赚30%、50%会变简单了，好、哦，但是那个等一下我们再说，我们先来讲。月线的角度去看一家企业，就代表我告诉各位了，跟你暗示了，这就是波段的了。好，那既然是波段，那就要翻倍了嘛，对不对？那就是要翻倍了。所以你挑股逻辑是什么？你能不能够挑的这样的标的嘛？华星光，我当初就直接给你一个重点，我说我们做交易的人，我没有办法跟你，我不是要来跟你包装股票多好的啦。好，我会把重点跟你讲。好，我就跟你说它的毛利率增加27%了啦。而且重点是出现多年来的大转机，一家企业出现多年来的大转机，就是它整个本质体质都已经调整过了，毛利大增了。那我就给你看它的月线，你觉得合理吗？大盘涨到18000点，它没有涨，因为当时体质没有调整好，还在亏损中。这个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有没有从高档下来走了6、7年？走了6、7年的空头，哎，我突然跟你讲，要注意了。这种标的是标标准准的，我打底月线长期打底完成之后，我要走波段的。所以当时第一阶段，我先画这一段给你看。你说、啊、这样子，你说那个有台那个什么什么老师，他们每次画到天上去了，画到框框外面去了，你觉得到底什么东西嘛？你觉得那是什么意思嘛？我不是来跟你当画家，看谁画得漂亮。我就讲了，我们做交易的就跟你讲，我就讲重点，好，为什么我们赚钱，我们怎么做，我们看什么数据，我跟你分享，好，然后呢，我们评估大概至少可以多少，我就画给你看。我们做交易的讲话很实在的，好，我不是在跟你包装股票的，因为你包装完之后结果没涨呢，那就是你们一般你所接触到的分析师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他可以拿奇奇怪怪的、各式各样的、大家都知道的一些资讯，我所谓的落后资讯啊、哦、啊，公司公布的 EPS 数字啊、哦，那法人的一个研究报告，或者是投信有没有买超，买超几张啊、哦，外资的报告，来给你包装一个产业、一个个股，让你好想买哦，不买好像不行的，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真的买下去之后呢，也不如他所讲的。可是做交易的人呢不一样，我只跟你讲两件事。好，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为什么它会涨？因为毛利率增加 27% 了，多年来的大转机到了，时机成熟了。好，那会涨多少？最起码先走这一段，这是月线，月线先走这一段，你日线来看，你要赚多少？你知道吗？这样子啊，华星光，你看。今天的华星光还在创波段新高，哎，今天的华星光8月17号还在创新高，128%，接近1.3倍了，所以我们再看指数，看看电脑，所以你看哦，指数从13000，拉到15000，接近2000点的行情。这2000点的行情，那来的算是蛮快的，7月初到8月中啊、哦，这一段行情大概一个月左右，一个多月，一个半月。那这一个半月的时间，你做了什么？所以我说，你有没有掌握到行情嘛？这一个半月的时间，我跟你讲，华星光1.3倍，而且今天还在创高，还没结束。为什么？因为你回到我们为什么买它嘛？我们买它的原因理由在哪里？在一家企业大转机，多年的大转机，一家企业体质改变嘛，所以第一阶段有没有来？来了嘛，对不对？可是问题他没有走完呢、啊，所以再给他一点时间，再给他几点时间之后，而后华星光目标到哪里去？而后再说，甚至而后还有一些行进间的一个蛮不错的拉回的再进场点，我还会再买。
所以买点有时候就是相对好的买点，有时候是等来的。可是既然来了，第一个最佳买点来了，你为什么不去买呢？你都没有人跟我讲啊，对，没有人跟你讲，但我有跟你讲啊，是不是？当时我虽然是遮起来，因为 我必须遮起来嘛，这样对会员是公平的嘛，我必须遮起来邀请你来嘛，对不对？我只讲重点而已。但是你看，我们讲话是讲重点就好，因为我跟你讲是一个陈述一个事实，你可以拿到什么东西？好，我不是在跟你包装华星光有多好，你看我讲东西，我有跟你包装吗？几个字而已，有在包装吗？没有。所以我说了，你看完我的节目之后，你会来买华星光的，我相信绝对不是那个哇，大家都蜂拥而至，都想买，不会。我没有办法讲到你很激动，讲到你好像情绪高昂，我没有那个本事。好，那但是很多分析师有办法这样做，所以你不得不买，好像不得不买一样，买了会发财，是吗？结果你到最后，你现在发现，讲话简单单的，居然跟你讲是实话，对不对？就连指数都一样，指数我就跟你说，台积电整理完之后，对称走完就上去了，指数就跟着上去了，不就是这样？那季线就收复了，不就是这样吗？昨天季线前天季线收复之后，市场又跟你喊怎么样，喊多好了，我就跟你说，你再注意一下，准备进入第二阶段了啦。你再激情一点去追，你会受伤害。那个时机不是这样做的，有没有？所以指数我也不多讲，我就跟你讲重点，个股我跟你讲重点。可是问题是，华星光现在已经涨了 1.3 倍，竟然创高哎！我们其实还在等华星光而后给我再来一个蛮不错的加码时机啦。那这种时机要等，一个波段标的，长期的波段标的，每一个买点抓住就对了。那第一买点你错过了，没有了，没关系。1.3 倍了嘛，但是还有下一次买点。那下一次买点来之前呢，你可以先做什么？所以你看是不是选股的问题？好，那现在指数如我们所规划的，先进入第二阶段，先贴着季线这边来来回回走一走的话，是最好的状态了。好，那如果在这种状态之下，你可以做什么动作，操作什么样标的呢？一样，体质改变的公司，在搭配的它出现的筹码上面，我们所谓的进入运作区的做手运作股的这种特色这种特殊的数据状况的这种标的，你把它找出来，那所以你看哦，错过华星光是我认为没有关系，因为选股逻辑正确，其实这类型的标的我们会一直找出来了，就看你哪一次你觉得你自己本身你也准备好了。你说我可以来操作一档标的，我也想要一次一档就赚翻倍以上，有这种想法的其实很好，但是要怎么做？我们今天不是在跟你喊画大饼，不是，我们是要真的拿出有那个机会的标的，你要了解这件事，这很重要，不是在跟你乱喊的。什么样的标的它有像华星光一样有这样的条件，有可能会走出一个波段，而那个波段能够延续变成翻倍的，有没有？它必须搭配几个条件啊，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我说我们去分析的所有的数据，我们去分析的所有的一个资讯都是领先的。我说我们不要去分析那个落后的数据、落后的资讯、落后的讯息，因为落后的就大家都知道了你才知道嘛，大家都知道了你也知道了，那叫落后的资讯，它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你没办法买在底部区。那所以当我们如果说想要买底部，我要从头开始赚一档标的能够赚翻倍以上的话，我必须要去针对领先的数据、领先的资讯、领先的东西去做分析预判嘛，找出买点时机，对不对？好，我们就从几个面向去看这个标的。是我今天第三天跟你讲的，我说我这几天都会跟你讲同一档标的，因为它是一个波段型的标的，这几天陆续来的，你说有拨电话来说要买这档标的的，也想要参与买一个，你说买个机会吗？也可以啦，就是一个能够走波段翻倍的机会的这种标的，你有这种兴趣的，有这种想法的，都可以拨电话来。好，那这几天拨电话来的，我们都陆陆续续带你去做建立部位的动作。好，因为它这个波段型标的，我会连续讲好几天，今天讲第三天了。好，那你前几天没有看到本节目的，那你就注意听，它或许会是帮助你。资金在某一段时间内翻一倍以上的，我不敢讲两倍以上，就翻倍以上的一个蛮不错的标的，虽然它有那个实力翻个两倍甚至更多，但是我们就是话不要讲那么远，就至少我可以拿多少，对不对？好，这档标的我们先从哪里去看？我们先从技术层面量价结构去看了。
待会再回到基本面去看，你就知道它的 为什么会有机会了。这档股票我给你看哦，它是月线哦，一样是月线，既然是波段型的，我们都从月线角度去看，为什么它进入一个你可以大胆的进去做重压的机会。它是一个从高档区修正修正下来的标的，修正下来之后呢，开始做一个震荡震荡，可是震荡震荡过程中花了几年震荡，前前后后从这里开始算的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前前后十三年这个底部形态走了十三年呢，走出了一个头肩底的形态，复合型的头肩底，好，大颈线在这里 ，OK， 好啦，那问题是这里爆大量。好，这里曾经爆大量，那爆大量它并没有就下去了，它并没有就下去了，又来测试低点，它没有哦。如果它这边爆大量是出货的话，那这个低点就要来测试了，它没有，甚至连这个低点这个短线低点都没来，那代表什么？代表在这个行进间呢，因为这一段冲上去的时候是来到大颈线嘛，来到13年的大颈线，来到大颈线一定很多人会把它卖出来嘛，好不容易来了我赶快卖，你赶快卖，可是你卖出来的筹码全部都有人要买，就变成了密集成交，你卖多少，这13年来的大颈线的压力你卖多少都有人愿意来买，那代表什么？就密集的持续成交，持续成交，你卖我就买，你卖我就买，你卖我就买，卖买卖买卖买之后呢，持续累积之后爆了大量，那爆了大量之后呢会怎么样？正常而言我要先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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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我再来一次我就会正式突破了，而且正式走出大波段行情，所以你现在就是要准备迎接，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那真正那一段 OK， 换手完毕咯，换手完毕咯，那现在你要去想咯，那为什么有人愿意在这里去接筹码？明知道人家13年的大压力不断的卖股票出来，却有人愿意去买，那愿意去买的人他背后的原因跟理由是什么？这就很重要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够单从量价结构说量先价钱它必定要涨，我觉得不够了，你要告诉我为什么。我们操盘啊，我们做交易，我讲过做交易的人不是在跟你包装，是在跟你讲为什么我们这样看。好，那为什么我们这样看，我们可以得到什么？你要了解为什么，而不是我跟你讲怎样就是怎样，没有这回事啊。好，那既然量价结构上面告诉我们是会上去的，那我们就找出那个背后原因嘛。你为什么13年的压力区人家在卖股票你一直接，一直卖你一直接，愿意去接大量筹码的这个买盘背后他在想什么？一定是我们当然心里有数了，一定是公司的基本面体质可能要改变了。因为这13年来公司根本没有什么 EPS 来看的话其实是有亏损的，了解不了？那这就好比什么？好比我们刚才提到的华星光嘛，你之前股价这样的走就是因为 这多年来修正，因为你公司在亏钱嘛， OK， 好好啦，那现在来啦，那你之前表现不佳所以变成这样子，那现在呢接下来会不会有出现大变化？好，那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有可能出现大变化，要从公司体质去研究 去了解。好，这家公司我讲过了，我只能讲几个，讲一个重点，我只能重点提醒啊，再细节再细节我们都不能去讲了，因为最后还是要公司跟你讲才行啊，我们不能够去讲一些就是可能太内部的东西，但是我把重点跟你提醒，这是可以跟你暗示的。这家公司啊，因为它原本公司有切入到电动车的相关产品的出货，可是问题是你原本切入到电动车相关产品的出货啊，占它的营收比重不到一成，真的没什么。那为什么不到一成？因为只有5到6个料号而已。可是你知道吗？从今年呢，而且是今年的第二季之后开始加温之后，到今年的下半年，那下半年不就现在开始了吗？对，下半年之后啊，它针对在电动车产品的出货上面的料号大增到40到50个，那不就是过往之前的10倍左右了？对。那你说那大增到10倍以上，那请问一下会贡献回营收比例难道还是只有一成吗？绝对大增，而且毛利会 整体毛利会拉高，那贡献在哪里？贡献在未来你会看到一个数字叫 EPS 赚钱，数字很漂亮，懂了吗？所以为什么会有人大量，人家卖我就减，人家卖我就减，密集的成交，你卖多少13年的大压力你卖多少我全收，因为他们看到了嘛，他们知道未来的数据，公司所公布的财报数字可能会怎么走，所以愿意接嘛。
OK， 然后呢，那你说为什么我现在跟你提出呢？你再看最近的筹码变化，最近筹码变化显示什么？七月中开始有一个特定账户在吸纳筹码，七月底又有另外一个特定账户又在吸纳筹码，你了解了吗？所以你从哪个面向去看，都告诉你的时机差不多了，你现在就要跟着他们去做重压了啦，时机成熟了，可以开始重压了，你要的波段，你要的转机，你要的倍数就在现在成型了。所以这个这档标的我说过了，我会连讲好几天，因为你们现在陆续来的现在买都是便宜的， OK， 都是便宜的啊。那所以有这个想法的，那你都可以拨电话。那现在进广告时间，你直接先拨电话，好，要买这档标的的先拨电话。那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想要在台北股市成为赢家，哦，绝对不是靠着频繁的换股、频繁的买卖，哦，不是靠这种方式的。能够在台北股市或任何一个证券市场成为赢家，所谓的赢家就是你可能累积的财富，可能是你原先投入市场财富的几倍的，哦，才能做了赢家嘛。可是这个赢家呢，绝对不是靠着我刚才讲的频繁的换股换来换去，频繁的交易，频繁进出，这样绝对不是的，一定是会去有效的去看到每一次的大机会，然后懂得，哎，我看到机会了，我懂得先拨一些资金，我就投放进去，未来等回收，然后每一次的回收啊，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哇，真的都好羡慕，那你就是赢家了。所以看找机会很重要。好，那怎么找机会？我又会回到我实际跟你讲的，找机会绝对不是从已经公开的数据资讯啊，或者是财报等等去分析研究去找机会。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啊，股价早就提前反应了。所以你要找大机会的人啊，永远是看别人没看到的，分析别人不知道的，了解意思吗？所以你看我跟你讲华星光的时候，没人跟你提华星光，对不对？现在有没有人讲华星光？有啊，现在蛮多人讲华星光的啦，但是我已经跟你说我们在等华星光的下一次机会了啦，你现在不要再去碰哦，尽管他今天在创新高，那是因为我们第一波买的人我们继续赚，可是问题是下一次机会来的时候，我们再找下次机会。好，那下次机会来之前呢，你现在可以先找。我想过了，我们永远要领先全市场去做未来会大家会羡慕我们的动作。好，它的题材、基本面、公司发生什么样的质变，在哪里关键，我都跟你讲了。而且它切入的是美系的车厂，还有欧系的车厂，所以它那个料号扩大到四五十个，未来在营收的贡献上，我真的告诉各位就是爆冲了啦，哈，所以为什么人家愿意这样子做动作，你懂了吗？因为后来要迎接财报的数字变化。这档标的有兴趣想要跟随买进重压的，请你现在直接拨电话，好不好？告诉福人说我也要买进，我也要重压，我们明天再见，拜拜。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